扪心自问，你为什么会投资一个已经被政府监控的加密货币？既然选择了投资加密货币，为什么还要选择不安全的加密技术？整个加密货币的领域，只有一个币还秉持着最初的信条，只有一个币还在持续编写着这份不可篡改的技术来赋予你权利，只有一个币还在开发更多的技术让你远离审查、监控和大水漫灌的法币，只有一个币在有2100万硬底的同时还能给你后量子的时代的安全、混币和隐私，基于闪电网络的主权互联网，可以加密聊天、社交或发展商业网络，没有广告且不会被审查，无需 KYC 的去中心化一所，也没有人可以抢跑，久经考验的参与型治理，同时基于参与者质押手艺，100%的自我赞助模式背后是拥有上千万美元的国库，基业长青，热胜一日。没有来自风投的小丑，没有不可告人的 ICO， 没有公司裙带，没有废话，只有能赋权给你的加密货币才是真正重要的，其他都是胡说八道。这场革命不会再围绕某个中心，加入我们。Satoshi 已死 ，Decree 万岁。